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这里是乐天玩具，很高兴又和小朋友们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读《小猪佩奇一家》。他们在干嘛呢？他们在开心的玩着，踩水塘的游戏。哇，看看，这是我的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奇还有乔治。哇，你看看他们一家玩得多开心啊，是吧？那我们现在就来动手吧。先要给他们把这个泥巴，玩泥巴水塘的是吧，脏太脏了，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。这黑黑的泥水塘啊，先要把它的黑水塘所有的黑水塘我们都给它涂上了颜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涂这个小雨靴的颜色。我们的妈妈呢，是穿了一双蓝色的。佩奇穿的是黄色的。我们的乔治穿的是红色的。而我们的猪爸爸则是穿了一双绿色的。再来给他猪爸爸涂上衣服的颜色。我们的猪爸爸太胖了，他需要减肥。
就是我们的佩奇小猪佩奇一家的呢，采水塘的话，我们呢就给小朋友们涂好了。喜欢我们的呢，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哦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